你订阅了，干，你那个是抖内。那是抖内啊，那不是订阅，那是抖内。久违的星海。哇，还要登录我的暴雪账号。先来看 VOD 补前面哦，好啊，大概我星海大概打到11点，我们抽个奖，抽完以后我们再回去人龙，那时候钱应该就差不多了。哦，星海有更新哦，等一下哦，星海有更新。新好更新，稍等一下。他居然给我优先更新的斗阵特工，我把斗阵特工的更新给取消了。Linda 有新戏电视剧，今天有开播，真假的？哎，感谢卡哇伊空谷，感谢你的订阅。卡哇伊空姑，一等干爹。下载还有260啊，稍等一下，它在更新中。给你们看我的画面好了，还更新中，等一下，我们顺便来调一下等等抽奖的画面好了。然后我跟阿吉明天会。打一个二打二的天梯，我们的目标是打到二打二天梯第一，如果没有到，我们就是打24小时。然后明天下午1点开始，明天下午1点开始，然后打二二，然后打到中那个大师第一啊，如果没打到，我们就一直打，打到有为止。然后最多打24小时，也就是打到礼拜一的下午1点。好。可以进游戏了。感觉有星海在另外一个画面是 what the fuck，这样我怎么玩？等一下哦。星海，星海在另一个画面，我要怎么把星海放到我的第二个画面啊？等一下，我调一下画面，就是我现在左右两个画面是反的，
主荧幕。一二一二，哎，我现在左边是主荧幕，右边是副荧幕，那我要怎么把？等下我想一下，我该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我是他我的我要把我的情感放在这荧幕，但是他是他是显在这荧幕。主显示器，此机称为主显示器。我重开一下我星海看看。我再把我两个那个显示器的画面反过来了，然后我现在重开一次星海看看。哦，成功了！哇，太聪明啦！九八零 Ti 还没，我要等下一个制程的显卡出来后，我直接买下一个制程的显卡。好，好像也没有什么要改的哈。我每张图都开吧。等等会有抽奖哦，干爹抽奖11点的时候，我会先抽那个罗技这次预购的大奖，预购的奖项总共16个给有预购的，那这个应该这已经来不及了。然后那个罗技那边另外有提供一只滑鼠，就是这一只 G402， 是他们最新出厂的滑鼠，但这只会有一只给我们的干爹。可能买1080吧，如果有1080 Ti， 我应该是不会买 Ti， 应该是买1080而已。好，全面入侵天梯版，抽奖要符合，如果符合这个滑鼠的话，是只要有订阅都可以。滑鼠有订阅都有，然后其他那些奖项是你那时候有预购新的键盘滑鼠才有。人中之龙等等抽完奖的时候会继续玩，在11点多的时候。来，你等滑鼠，滑鼠只有一个名额。你没有足够的金矿。音效。叉 CPU 是4770K。更多水晶塔，神主要怎么解坦克阵？当然他坦克架在那边一群，当然不要打正面啊，你跟他打正面干嘛？你就绕过去嘛，不然就是出空军。他如果真的坦克多到一个无法解释的境界的话，超多的那种，就不要跟他打正面。我说超多是那种十几台、20几台那种就不要跟他打正面。那如果说一点点的话，那你其实兵散开 A 过去还是有机会的。你没有足够的金矿。
没有足够的金矿。不知道哪个点位，这张图点位是没有对点的，只有近点。只有上下或是左右。你遇到的是，你是什么阶级的？你是什么阶级的？然后你遇到的对手是，是多少个坦克？是那种全坦克的吗？还是就机械化了？我意思说就是机械化吗？还是它只是少量的坦克，但是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是不少，像四五台那种的。这两个差蛮多。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哦，对的，空中近点。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受伤者永不死。排除万难。3820。手有点残呢。我们团结一心。信仰让我无所畏惧。将荣耀献给达兰。的结衣晚点啊。真的要抽奖啊。我在挂钱知道吧。我在挂那个里面的钱。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就先玩这个。水晶塔，哇，这三矿太难开了吧！我们要往哪里进攻？我们开始。一脸就是要打一波的样子。将荣耀献给达兰。机会转眼即逝。需要协助。受伤者永不屈服。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将荣耀献给达兰。我们解读天命。受伤者永不屈服。前线有丧钟。
轻轻松松，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将荣耀献给达兰。你没有足够的守生者用。幽能网络建立完，给战空间立场已沦陷，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将荣耀献给达兰。天空等候。执行官，我们一定会夺回爱。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我渴望出击。升级完成。其实王蛮没有经济没有很好，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我的指令，卡萨。完成，我觉得我可以去投他家一下。与敌人交火，团结，我们必须对抗黑暗。我们的心灵是一体的。我们是卡拉之光。我们同意。光荣的战斗向你。我来了，皮卡丘！幽能网，我闪电吗？一定会夺回艾尔。我没闪电。升级完成，金矿场。为艾尔之声，传送。
击完成。金矿场已经耗尽。未来了，卡萨·德坦普拉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是卡拉，我们需要逃逸。我的指令，我们必须对抗起来。乌拉克拉塔，我将遵从。我将遵从。我将遵从。金矿场已经耗尽。既然如此，天空有能。乌诺乌拉。乌拉萨达里。喂。金矿场已经耗尽。与敌人交战中。塔罗塔索达尔。萨拉克春的。我们齐心奋战。你没有足够的传送武功。为艾尔而生。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伸张正义，很熟。虚空是冰冷，金矿场已经耗尽。已经耗尽，高能瓦斯研发完成。我很熟悉你的命令，如何已经完成？我，你需要我的专业技术。为了艾尔，我们需要逃逸。你需要我？金矿场已经耗尽。我来了，在阴影。哦，这边没有东西。传送与敌人交战中。为了荣耀，在阴影。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场内。为艾尔而生。我将遵从。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你没有足够的。我来了，为艾尔而生。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对，靠，这边有四只 OB 加上一个母星，你在那边搞 gay 啊？
为什么不出巨像？巨像三超烂了，三巨像被改弱。十一点要抽奖啊！我们在一场差不多要抽奖啊！我记得，因为巨象的攻击伤害减少20%，所以杀巨象比以前烂很多。抽你的照片，哎，要抽你老婆照片吗？来啊，来啊，小白要不要？没抽到，全部一张你老婆照片怎么样？要刺激的那种哦，好不好？要刺激的那种。灰有在太阳神没有啊？我抽到的都在那个啊，钢铁人跟闪电狼。来，最后一场，我们这场大概再打一两场要抽奖。魔法师。皮卡丘。哦、，HUNGGING220200，你感谢你订阅，你终于用成功了。航母该怎么定位？它就是后期兵种啊。航母其实蛮强的，但是你要后期。哎、欸，等一下，我肚子好饿、哦，有没有什么可以吃啊？身边没东西可以吃，好饿、哦。然后我们等等11点抽的那个罗技的奖项里面是给，就是有当初有买那个 G8 的那个键盘的才有抽奖资格的样子。然后 Maple 我认识啊，微风那个嘛，风坦嘛。然后抽奖的尾最后我们会再抽一个干爹奖，就是有订阅我们台的人会有抽这只键，这只滑鼠，这个抽这只滑鼠，这是他们罗技最新的 G402 的样子。巨霸键盘，现在打 T 会出烈光球吗？可以，你如果打 T 要出烈光球，就是出追猎加闪追。你没有足够的精。现在打力出烈光球就是追猎闪接，就追猎闪追。哎，追猎闪追不是就是追猎跟闪追吗？北七追猎跟烈光球啊，干攻三小。G8 键盘啊 ，G810 键盘，简称 G8 键盘，不是吗？它其实我是觉得它的定位比较像是多媒体键盘，我自己的感觉啦。然后按起来手感跟那个就是 G4， 就是它之前的那个另外一个键盘叫做 G310 键盘是差不多感觉，就是一样都是 G 轴。有观众抖那个20美，他就公布放在手机桌面的照片。好，根本不知道对方点位在哪。前面有件是 NOD， 订阅是熊头，我赶快干他裸刷，好猛啊！
在发呆啊、哦！还有时间发呆。研发完成。优能网络，给我。优能网络。虚空，虚空是冰冷的。我来了，在阴影中。灵魂，魂属优能网络，给我。体能网络。继续。把你的建筑学打爆吧！提神饮料，尽一份心力。有人，欧富宝有收到你的爱了，欧富宝。欧富宝，欧富宝，欧富宝还有那个语音呢，好猛、哦！继续，200块是吧？200块台币吧？欧富宝是200块台币。哦，感谢你。刚刚是谁懂的？看一下。富宝。皮卡丘。哦，绿曲拿铁，绿曲拿铁200块台币，感谢你。然后绿曲拿铁订阅6等，没有，那是200块台币，200块台币。所以不行玩吗？可以。不过我剩10分钟了，可以玩一场。先，10分钟后要抽奖，可以啊。可是要更新。
他说二十美，二十美是多少？二十乘以三十等于六百块台币。哦哦哦，来，还是你要先打完这场，抽完奖我们再来。是啊，虚空，好，再打。等一下，阿紫要跟我打二二的样子。等一下，等一下，问题是重点是小白，你的手机桌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你的手动桌布，你的手机桌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他们花600块台币买你个手机桌布吗？哎、欸、，HUNGGING22002200，你怎么会突然想要donate我，还有订阅我、啊？你应该说你怎么会突然想要订阅我、啊？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金矿。现在上线收靠腰、哦。可是22他是想要我教他玩心啊，可是问题是我觉得22很难教人家打，感觉执政官是比较容易一点。想不开的靠腰，因为我是你的偶像，因为你是我偶像，你不是我，因为你是我的偶像哦，因为你是我的偶像 ，OK， 了解了。基地正受到攻击。有事吗？危险的，靠！我们是艾尔之子之威王。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哇，有点危险呢。先这样。
生命中。基地正受到攻击。本拉库，很有趣。好吧。优能网络连线。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防御系统失灵。好吧。浑浊地带。虚空是冰冷的。会按照你所说的完成。干，这个光炮刚好他妈死，没办法打到两个地方。我们拥有决心，防御系统失灵。我们还赢。敏感我们，浑浊地体。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防御系统失灵，我们同意。研发完成。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遵从塔拉的意志。需要更多高能瓦斯。好吧。本拉库，恶人去杀！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优能网络建立完成。我们还赢。我是黑暗之心，你需要我的专业技术。灰暗干，白痴。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我来了，在阴影中。优能网络。虚空是冰冷。浑浊一体。敢超劣势。引导我们。很熟。哇三几百里面打了，还有人在玩哇三吗？没人在玩了吧？优能网络，你需要我，给我。我是日食之声，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我们还阴影是一体的。很熟。我来了。在阴影中，有眠。我是日食。我来了，在阴影中。为了决战，好吧，我会帮你。很属你的命。我们还来了，在阴影中。你需要我的专业技术。本拉库，我们还赢。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我来了，会按照你所说的完成。非常明智。会按照你所说的完成。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哇，这局面还真的不好说。在阴影中，虚空渴望吞噬。虚空是冰冷的。
血雨喷射来了。在阴影中，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哦，要闪追爆！我是御史之手，必须喷火。我们去。刚刚感觉应该是要把我的兵营炸了，然后赶快在后面。我刚刚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刚刚应该是要在后面补一个兵营，然后把门口兵营炸了，直接拉弓兵下去打那只光炮就好了。拖太久了。啊，我们先抽奖，十一点了。哎、欸、靠！小白真的要放照片呢、欸，要放他老婆照片、欸。不过等一下，我们先办正事。我瞧一下画面哦、喔，等一下哦、喔。我们应该是要另外开一个，对不对？我应该是要这样子，全，这样，这样子抽好像也不太对，这样子好，还是这样子好。然后，网址图像。有，我看到你的 LINE， 我有看到了，超大型灰哥，就的。然后啊，我开一下那个抽奖，给你们看一下抽奖名单。抽奖名单。这是这次活动的网址，这是这次活动网址，然后我要放出我们的抽奖名单了。哎，怎么拜拜？怎么会拜拜？啊，不要，我不要用这个，我用另外的方式，我用这个方式，这样，荧幕截取，荧幕截取。好，这是这次的抽奖名单哦，就是这一次我们活动是，我们这次活动我刚刚有稍微介绍过，就是有预购G810的消费者，然后会有这次的抽奖活动，上次我有讲过，那这一次我们要抽奖的名额有这几个，我们会有这几个奖项，二奖，我们会有这些奖项，二奖一个 G633， 就是我现在戴的这个耳机是 G633， 这是二奖。然后三奖会有三个，是 G502， 是一个可以 RGB 自己调控的游戏滑鼠。对，然后四奖会有三名，是 G410 的环绕音效那个音效耳机，就我上次有戴一个比较小的，那个就是那个 G430。然后五奖的话就是 G402， 就是这个他们最新出的这个滑鼠 G402。哎，等一下，为什么没有我的视讯呢？
把我视讯拉上去，超智障，居然没有视讯。我的视讯在哪里？视讯。好，好不好 ？G402 就这个滑鼠。好，这个是等等会抽九位有预购的玩家，然后加上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台的干爹可以抽一个五奖。然后上述的得奖者，如果说你抽到的话，他会送你那个 Rainbow 6，就是彩虹六号，是红彩六号，红彩六号的游戏序号。所以说你只要有，如果说你这16个中奖名单的话，你还可以得到红彩六号的游戏序号，价值1490，加上全区的滑鼠垫，就是超大滑鼠垫，应该是吧？全区滑鼠垫应该是这样讲。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抽喽。哎，为什么我的聊天室没有露出来？我把它移上去一点。移到最上层，总共33个人买，总共33个，总共买的应该不止33个，但是有符合他们抽奖的活动的条件的就这33个，所以我们就从这33个来抽。好，那我现在要开抽奖程式了，抽奖程式，这个超好中的，你们那时候没有买有点可惜哦。不过没关系，我跟你讲，你们如果这次活动没有跟到的话，4月14号的那个春季电脑展的逻辑摊位上，对，会有一个鼠王 G900 上市的，大家可以去看，也可以去看一下 G900， 应该也会有新的东西，应该也会有新的活动这样子。好，那我要抽啦。对于你抽奖活动，来，我们来抽奖，我们来线上公开抽奖。这边是总共33位，啊，拉不过来。总共33位。哦，要不要再看一次你们的那个名字？这边是张叉，对啊，张叉星，对，这个这样子 ，OK 哈。一直到这边33号是罗叉文哈，那我就从1到33，我们先抽。设定签筒内容，什么鬼啊？不是用这个啦，线上抽奖，来线上抽奖，好，从一到不是，我不要用这个，应该还有别的更酷的，随机抽奖，线上随机抽奖，随机抽奖。好，这个这是我在用的。好，来1到33，我们先来抽，我们先来抽那个最小的，好不好？5奖9个，我们一次抽9个出来，好不好？阿尼卡快了，接近58抽奖的，我现在来一次抽9个哦，1号到33号，直接抽9个高速追踪游戏滑鼠 G402，好，来喽，一次4个。还是让我一个一个抽，一个一个抽，一次9个好了，这样阿内卡快。整家加入抽奖，你要之前有预购 G810 才有。G810 是长什么样子？我拿给你们看好了，我把它的壳拿给你们看。这是 G810 的键盘，是这一支，是罗技他们这一次主打的新出的键盘，跟这个滑鼠。G402 这两个是他们最新的产品哦。那你们当初如果说有预购这个 G810 的话，那这一次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不过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今天就是公开抽之前说好的抽奖的东西的那个，就是看谁是中奖的。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抽，那最后我们全部抽完的时候，我们那个逻辑他有特别提供一支就是这个 G402 的滑鼠给我们的干爹抽，所以。有订阅的，在我等等抽这个滑鼠之前，如果有订阅的人都有机会抽到这个滑鼠。那些都是从辉哥这边订购键盘的，不是，他是直接去那个官网那边的。就我上次不是有贴一个活动连结吗？上次我贴的活动连结是这个，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点到这个。好，抽了。好，分别是12号。12号是，我看一下，我已经抽了9个，分别是12号蔡叉，不对，12号是对蔡叉喜，蔡叉喜是5奖5，
然后四号是黄叉文，十号是张叉胜，好，然后三十号是这个蔡叉赫，二号是蔡叉喜，哇，有好多蔡先生哦，蔡叉喜、蔡叉赫，然后七号是郭叉甫，然后五号蔡叉赫，然后十五号王叉普，跟六号是周叉松先生，好，恭喜你们得到这个高速追踪滑鼠哦，高速追踪滑鼠。我再重复一次哦，十二号，然后四号、十号应该是没有错啊，三十号，二号七号，然后五号、十五号跟六号。好，这几位是得到滑鼠。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抽四奖，是 G430 的环绕音效游戏耳机麦克风。这个是我之前带的那个，我之前不是有这个，我之前这个的线不是坏了吗？那时候我有一阵子不带那个比较小一号的那个耳机，就是那个耳机。好，有错吗？没有错吧？有人抽错吗？有抽错人吗？12，没错吧？没有抽错吧？那我check一下，2 4 5 6 7 10 12 15 30，没错。好，那我再抽第二个，是四奖三名 G430、哦、抽三个哦，我们就直接抽了。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尴尬的是，如果抽到重复的怎么办？抽到重复的就直接跳过哦。就比如说我是要直接抽三个，然后啊，我一个一个抽好，一个一个抽就不会有重复问题了。一样，一到三是梁叉君先生，好，恭喜你。好，第三位，十二号，哇，十二号很旺哦，但是你已经抽到下一位，十九号是无差愧先生，这是念愧吗？无差愧，好，明天是不是还有一位要实况抽奖？我不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试奖就是恭喜这个陈差德，然后无差愧跟蔡差勋先生啊。好，再来就是我们的抽三奖啦， G520 要实况抽奖，我不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试奖就是恭喜这个陈差德，然后吴差愧跟蔡差勋先生啊。好，再来就是我们的抽三奖啦， G520 我们要一个个抽。 G520 RGB 自调控游戏滑鼠，这个我就没有用过，这个你们可能上官网查。G502 我没有用过。好，那我就直接抽了。嘿，八号是这个翁差宇先生，你中了三奖。再来两位，哦，又是八号，哇，你连续抽到两个，但是一人一个，不好意思。六号有了，十二号有了，四号有了。12号又有，20号，哦，恭喜，20号是廖叉红先生哦，廖叉红，剩最后一个，胡三桂的33号罗叉文哦，罗叉文，好，那我们就是恭喜这个翁叉宇。然后廖叉红跟罗叉文哦，恭喜你们抽到我们的三奖，自调控游戏滑鼠 G502。我刚刚说什么？对啊 ，G502 啊，没错啊，没讲错 ，G502。好，那我们就剩下最后一个本日大奖 G633，就是跟我这个一模一样的耳机，我真的觉得是超好用。我其实我曾经一度想要，就是我这个耳机前阵子线断了，线坏掉，就这一条
USB 线坏掉，然后我一阵子那一阵子曾经想要换那个小耳机，但是我戴了小耳机以后，我真的有点回不去，因为这个音质真的太好，我看没有在嘴炮，真的没有嘴炮。那个我戴那个小耳机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音质跟这个就是模拟 7.1 声道的环绕音效比起来，我真的觉得是有差，所以我后来还是回来用这个。好，最后你就可以戴上跟我一样的耳机了，就是你了，我要抽喽，最后的二奖 ，Go， 11号。哦，李叉俊，李叉俊0912345678，就恭喜你，李叉俊，恭喜你抽到这个是 7.1 环绕音效耳机 G633， 这嘴是假吗？我没有在嘴是假，靠腰，我没有在嘴是假。好，那我们的抽奖活动就到这边，那剩下再就是我们的干爹奖、哦、我们干爹会有一个滑鼠是。G402高速追踪游戏滑鼠，好，我现在要把我们的干爹名单打开，等我一下。干爹活动，干爹，我们的干爹，我要开我们的干爹订阅表。现在订阅都还来得及哦，在我抽之前，哦，当我把资料汇出来以后就来不及了。我现在还要找，因为现在那个 Twitch 有改版，我要找一下我们的订阅哦，找到以电子邮件传授我的订阅者，好。有，我把那个订阅者名单弄出来就来不及了。抽一位 ，Twitch， 好，好，我们要开了，我们要开了。Twitch， 好，这是我们的干爹名单哦，我们的。超级干爹王还是一样是 WIJJ， 第二名是 WY39 先生，他也是非常忠实的，非常忠实的干爹哦。再来是 Marble 一样，好，总共我们的抽奖几率是219，扣掉我218/1可以抽到这个滑鼠哦，机会非常大哦，218/1哦，好，280，我们就直接用220好了，我看一下哦，220。这边是啊，对吼，要打关键字吗？因为你们要不要让现场干爹抽啊？我们让现场干爹抽好了，我们不用干爹名单，我们让现场干爹抽好了，让现场干爹抽好了，让现场干爹抽好了。对，让现场干爹抽好了。决定了，现场奖啊，就给现场的，好吧？我们就今天这个滑鼠给现场的好了，我决定了，这个主意不错。那我开一下，我开一下，但是只有干爹才有，懂那个 follow 的不算哦，就是要干爹才有。来，现场干爹名单在这。好，我们就给皮卡丘。哦 ，GLENJI01 哦，感谢你的订阅四等干爹。好，我们就是给干爹抽。好、哦，我们啊，算了，我都给你们，我都让你们打。来，关键字，我要 G402， 我要抽 G402。来，打这个关键字，我要抽 G402才有。来，等一下，我打 keyword 是我要抽 G402， 是 G402 吗？应该没有记错。G402。啊，等一下，这样的，我是你爸。我要抽 G402，来，我是你爸，我要抽 G402，这样才有，这個、才有，我是你爸，我要抽 G402。来，我是你爸，我要抽 G402 ，OK。一个，好，太好了，圣华鼠。我是你爸，我要抽插远景灰什么鬼东西？只有我跟你讲，抽完以后它会显示你有没有抖内，你有没有订阅？有订阅的话，我才会算哦。哦，有订阅才好算哦。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会跳过。好，我这先把它关掉，这个要先存档，以免悲剧。好，来咯，准备好了吗？84位，还有吗？
我是你爸，我要抽巨噬银河，还有吗？九十二，好了，我们要抽了，五、四、三啊！顺便介绍一下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是宅时髦，在我的那个，在我个人的那个订单，在我的商城，这是我的商城，灰319.com/HDN 这里面有介绍这个眼镜，这是我上次戴抗蓝光眼镜了。好，这是我上次在看蓝光眼镜。那如果说你们有买的话，说辉哥推荐的，他会送你那个专门清眼镜的药水。哎，是它是药水，我不确定是不是药水，因为我没有那个清眼镜的东西。反正它是清眼镜的东西，价值台币大概200多块吧。那只有在这一段时间买才有。然后这个眼镜呢、啊，如果说你是像我一样是没有度数的，一只大概1800，一只大概1800。那如果说他如果说你是有度数的，大概3000多块。那之前你们知道啊，你们之前对，就包括我自己，我对抗蓝光眼镜的印象就是一只要10000多块。那这一家只要，妈，含近你有近视，只要3000多块，超便宜的，超好用的。而且是带它没有那个黄反光的那个，就是它没有黄色光，所以你走在路上也不会看起来眼镜黄黄的。对，帅。好，99哥，我要抽了，3、2、1，啦。哦，我们恭喜 Y2K Momo， 你的眼 ID 很熟，但是你没有订阅。下一位，这 Y2K Momo 怎么感觉我以前有抽过你啊？但是很可惜没有订阅，所以我们必须要换下一位了。来，下一位 ，Go。哦，这个 KRCHESS， 恭喜你没有订阅。下一位，你的 ID 我就没印象了。还有这个 BRUCLE042， 哦，这个。好，对，我对你 ID 有印象，但是没有办法，你没有订阅。下一位，哦，这个 HIP Hip Hop Jan， 哦，你的头像还蛮帅，但是我们要下一位了，很抱歉，因为你没有订阅。下一位，哦，这个 Jackie 5DS， 哇，Jackie 5DS 抽到了，这个是 Jackie 5DS， 是我跟那个阿吉的干爹，恭喜你，你把你的那个姓名啊、联络电话啊，然后姐姐和妹妹的手机号码都给我，然后我会把东西寄过去，我们会把东西寄过去给你，这样子。你刚有说抽到再订阅啊，没办法啦。这样子，人家不服啊，没办法。下次，我刚没有注意到你这样讲，对吧？所以没办法，我们如果照规定来的话，就是 Jackie 5DS 抽到。好，记得哦，姐姐妹妹的手机号码，然后还有你的姓名，还有那个就是寄件地址，给我这样子 ，OK 哈、哦？给我以后，我会帮你 pass 给那个罗辑那边。好，把它按掉。哭哭，在啦，我知道。OK， 好，那我们抽奖就先到这里啦。我跟哈子打一下22，然后等一下晚点再来打那个，晚点12点半的时候打战舰世界，那我们再回去看我们的那个什么人中之龙，他钱应该超级多的。还是我要先看一眼，我们先看一眼哈。荧幕截取。哎、欸、靠腰，我刚图是没有放到啊。等一下、哦，我刚图好像没有放到，我把我的那个抽奖名单再打开一次啊！等一下、哦，我刚按全荧幕截取的，荧幕截取的时候好像把我的那个图盖掉了，哎、欸，东西在哪里啊？哦，找到了。抽奖名单，然后荧幕截取。看我图没有放到画面上啊，到最上层。好，耶、yeah! ！
比个 pose， 这样表示有表示有截到图啊、哦，有截到图。好，好 ，OK， 关掉，我只是来拍个照而已。稀有啊，营运截取。你的什么？冰拉宝拉的电话你要吗？哇 fuck， 宝拉是谁啊？塞拉还是百娃？看不清楚，你说什么？抽好了，啊！喂，喂，你要不要先救我的竞技场？竞技场怎么了？爆炸了！你知道我用星海观战你的炉石就对。没有没有，我会开星海，我可以现在开星海，因为反正我要截取一下画面。对啊，我要进一场选牌。你在选牌哦？对啊。你要不要先调整好啊？你要选牌。调整。因为我没有办法。不用啊。选牌可以啊。选牌不能 OB， 我只能看你直播，看你直播会那个、啊。不用，你看一下 Skype。哦哦，但是他们看不到我 Skype 的画面啊。干，他叫我看 Skype， 就他把我的，对啊。他叫我看 Skype， 但他把我 Skype 挂掉，真是 what the fuck。喂，刚 Skype 很奇怪。干，你叫我看 Skype， 就把我 Skype 按暂停。干，我很抱歉。来吧，你知道怎么样？哦，我看到了。有看到吗？但是他们看不到那个、欸，我可以给他们看我的 Skype 画面吗？可以啊。哦好。虚空的那个好吵。什么虚空？我开星海啊。哦。它好吵哦，它可以安静一下吗？有点难哦，等一下，我哦，这样有了。调一下。我现在完全看到你的荧幕，我先跟你说，他们完全部都看到你的荧幕桌面长什么样，都看到。然后，怎样？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把星海的声音调小。灰好小，等一下是谁比较小？哈子声音太大，灰声音太小。哦，哦，现在呢？你们是要听一下音量了？你是要听我声音应该爆音对不对？哇，我完全听不到你声音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喂？哦，我听。等一下我调一下，你们是要听我的声音是大还是小啊？你的四怎么那么长啊？然后你是没什么秘密，你就不要选那个666哦，你没有666 655是吧？我选的，我还有8的伦敦帕拉丁的卡 to your hand， 我觉得你可以选那个欸，我觉得你可以选那个科多兽欸，635蛮猛啊，是吧？三班科多兽你知道吗？超猛的。你会想选中间对不对？其实中间跟右边都可以吧。中间右边都可以。他们说我现在变太大，抱歉。干。那现在呢？他是叫我选。嗯。我观众是叫我选那个65，可以啊，我觉得都可以，65也可以。我跟你讲，655是你马上可以拿到一张牌，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是打，就是你打比较后期的，就是他是招一只那个塞罕啊，对吧、啊？八费。这三张牌，我觉得你选第一个，因为小费太少。我会选蜘蛛欸。这三张我会选蜘蛛欸。蜘蛛哦，你有那个吗？你有法术牌吗？没有的话你就选。我没有。那你可以选蜘蛛，我觉得。我有飞锤而已，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牌运超差的。等一下他们说你还是，我再帮你调大一点。我这边要不要自己调啊？我觉得。什么？你不用调，我调，我从我这边调就好。你听我声音正常吗？那个
你这样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我可以，哇，你不要太大，你完全不要动你的，你动你的，我就要跟着动了。动了。对，你啊、我选中间啊，选中间。选中间。对啊，选中间。这三张牌其实第二张很强，但你也可以考虑选左边的。我觉得七五六其实蛮强。所以这要七五六。可以啊，就看你啊。我觉得七五六跟蜘蛛都不错，但是以你这一套牌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考虑蜘蛛啦。七五，但七五六真的蛮神的。你们怎么看？我觉得七五六蛮神。等一下我顺便调一下。现在呢？现在大小 OK 吗？你说你那边啊？对啊。这两张牌我就可以关掉炉石，然后开新牌。剩两张，这三张哦，你没有抽牌对不对？有一张那个四十二。四十二，你只有一张四十二，但是我觉得三飞那个不强，然后左边那个你又没龙。你说这个不强？哦，对啊，我没有龙。对啊，所以我觉得你选。那个右边那一只好了，认真哦。嗯，希望哈子再大一点点，好，我帮你调。这样现在呢，现在应该 OK 吧？对，不考虑五费的话，三跟四，中间跟右边，你们会选谁？但我选右边。四二四，哎，真的假的啊？比喻声音的话，现在辉哥是30公分，哈子是10公分，所以我要再把哈子声音再调大一点嘛。那我把我自己声音再调小一点。你的比喻啊？没有，我们观众他们比较奇怪一点，会用长度来比喻声音的大小。你没有30公分，你是在睡觉，该醒了。我没有说我30公分啊，但是他们说他们30公分啊。嗯。选那个。会一面倒哎。选四二，他们手上会说什么？就是他们说我聊天室是一面倒三二二，三二二，认真。你们为什么要？为什么会想选三二二？你们为什么会想选三二二？有原因吗？我跟你讲，他们会选三二是因为法力曲线关系。我觉得三二这张牌它其实本身不会比四二四好。如果说单卡而言，他说如果有黑铁之类的就很强，可以无损换怪。黑铁。可是他三费、欸，是有加三攻的。我是有一张牌是那个力量柱。我跟你讲，我的聊天是一面倒都是四二四。我看你可以过来看，真的。我看到，我看到。我跟你讲，只要是30公分以上都是选四二四。讲干货。那种10公分以下都选三二二。也是有人说三二二啦，就是见仁见智。但我觉得考虑到法律曲线的话，你讲干货。我没有、這個，其实没有什么法术，所以我选老师。我觉得这三个牌你也可以考虑蛋呢、欸。对啊，可是你知道什么吗？我要怎么爆自己的蛋？你要爆蛋 是你就用那个狼。我跟你讲，你有几张牌？你一个一个看嘛。你有力量祝福可以爆蛋嘛？然后那个狼也可以爆蛋，然后那个第五张牌也可以，那个让他加两攻那个也爆蛋。你的第五张、這個、对。Okay. 然后还有谁可以爆蛋？我看一下啊。好，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蛋变成一公，你知道吗？看超烂的，把蛋变一公。你不是有一个变一公的吗？阳痿王，对对，阳痿男孩，你可以把它变一公啊。然后那个，你可以，然后那个四费那个 Hammer of 那个风怒之锤，上面上这个，对对，你可以自己把，你可以拿锤子砸自己的蛋，蛋它也会破。然后那个，你欧尼就有黑翼了是不是？好像其他好像都不行了。我可以用海怪砸自己的蛋。好、啊，来来，那你们这三个你们怎么选？你们选蛋吗？还是选老师？老师好。老师一定老师很好，老师是很好的。可是我没有法术啊。没你没法术没关系，四三五就是猛。但是蛋其实你只要能够自己把它砸破的话，其实只要能爆蛋你就无敌、啊。你知道蛋能爆，它就是神卡。不是爆弹很痛，对，但是你爆弹的手段不多，所以你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塞巴女，你可以选弹。我跟你讲，我最塞就是每次都声控对面的牌。像我就是比较塞的那种，我就选弹。所以我建议你，我不行，我没有运气。好了，你选右边那个，你可以选右边那个，
不然那个蛋我会选老师啊，体质真的好。哦，对啊，蛋的好处就是你只要能够让他爆这场，你只要能够在他二费或是三费的时候，你只要能够在三费还是四费都让他爆出来，基本上这场就超稳了，因为他就是个神人神蛋，你知道吗？就是很难，而且爆蛋有点痛，等于说我还要再额外花一张牌去。好了，没关系，你看你要怎么做，我是觉得可以选四三五，只是你的发育期间会有点长，就像比中指一样。长。对，就像比中指一样。不要太羡慕我啊。啊 ，OK。这张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是零三出去了。OK， 哎，我们等下打二二是不是？还是打什么？不知道，他这有。我们打那个啦，我们打那个合作模式好不好？可以啊，是要干嘛？就是合作模式，就我们一起打电脑。可啊，来，反正我现在是铜牌，所以做啥都一样。不很可惜，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蛋。蛋，你是很想被爆蛋是不是？开玩笑，我那颗蛋让我拿十二之一耶。不是，对啊，技场十二之一，那跟技术有关。跟技術有關，你跟一个愤怒机讲说技术，你是逻辑上有什麼不是跟蛋的大小有关吗？哎、欸，这样讲起来好像我蛋很大一样。蛋的大小没有关，没有蛋就这么小，它就这么小，它就是202。来吧，我们来玩合作模式吧。哦，哎，我重开，你们等我一下。好，我重开，等我一下。我们合作模式有这个凯拉克没有玩过啊，我们接下来玩一下凯拉克。我跟你讲，刚刚那三张啊，因为我会选蛋的原因是因为法律曲线，加上它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容易爆蛋啊，我认为啦，所以我会选蛋。不容易爆蛋，我觉得因为你刚刚手上的牌，正常爆蛋的方式就三种嘛，那你可以强迫自己蛋爆炸的方式有两颗，所以你总共有五张牌可以爆蛋。虽然说后面两个当做没有好了，你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可以爆蛋的，不到。不止八分之一的机会可以爆蛋，是我的问题还是对不对？所以你八分之一的机会，你只要爆了蛋，你待一场就赢了，你不觉得很棒吗？可是好痛哦！啊哦，对我顺便看一下我的人中之龙状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哈，看一眼。哦，等一下，我顺便看一眼。是坏掉，所以我得用另外一个。我来看一眼，差多少钱？啊干！250万3719，我们继续逛，爽！哎、欸，我跟你讲，那个什么，里面的已经从我们，你们记得我们刚开始挂的时候是晚上吗？现在里面已经变白天了，它已经挂到变白天了，太扯了！改右下角的，对，比较不会挡到。对啊，我的也是啊。不是 啊，不是啊，我是说那个。那个？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我忘记好像什么。哦 ，Twitch Alert。哦。我们已经挂了200多万了。然后我看我们在11:40嘛，我们等一下打到12:30的时候玩个战舰世界，回去大概1点。估计我的钱大概就有600万了，哦，700万。等一下还要打炮。你知道700万可以干嘛吗？我们去找波多伊结义的时候可以买最贵的。你有700万，你只为了买波多伊结义？当然啦、啊。他们想看一下是他同生在干嘛，来给我。我就买那间公司。你看，哇，要多少女优陪我就有多少女优陪我，就是。他还在跑步，我给他们看一下跑步看。嗯、超北西的、欸。哦，我干卡住了！253万。这首他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一首歌。什么？继续奔跑，寻找。那首歌，好不好、哦？好，把它按掉。那叫做忘记他这个唱那首歌是谁，我就把它按掉吧，好吵。你好了吗？好了。好来啊，你什么 ID？ 哈子是不是？ID 我哇吓死我！我跟你讲，这个账号千万不能打天梯。不
没有要打天梯啦。你这个账号第一次去送菜。嗯，这个打那个账号只要一旦打天梯，我们玩什么难度啊？不行，我们玩普通好不好？适合对战略游戏有一定经验的玩家，好不好？先让你。你确定你要相信我吗？这时候相信我不太好吧？可以啊，你是要按到合作那边的吗？我现在还没合作啊。合作了，好，那我要选了，开始了，随机任务。亚坦尼斯，这啥？我要按就绪吗？对啊，你先选一个你要的英雄，你要先选一个。我看一下我的单位有什么护盾哦，所以说它是属于护盾型。好，就是你选这个、哦。没有，我正在看。弗拉森，哇，你干嘛跟我选一样？爱学人嘞、欸。谁要跟你一样啊？看你要选哪个啊？我跟你讲，新手的话玩凯莉更不错。来不及了啦。干，你那边选半天，结果选这个。你知道那只是谁吗？谁啊？哇，都选了，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海亚坦尼斯。你在讲废话吗？我这只是凯拉克，凯拉克是干嘛？你知道吗？这只是狂战士吗？你那只不是它是狂战士的老大。老哦，他是整个神族的老大，他原本是个屁孩。就跟你一样，但是他是神族的领袖，他是非常厉害的领袖，非常优秀。OK， 他是领袖啊。那你知道凯拉克是干嘛的吗？干嘛？他专门修探测机的。这样。他是那个神族的那个专门在研发科技的，就是凯拉克，有点像是虫族的那个叫什么？虫族不是有一只阿巴？阿巴瑟，差点说是阿巴圣。阿巴圣是什么啊？阿巴瑟，对吧、啊？怎么那么久啊？好，不知道我跟你讲，这一关啊叫做控制天心锁，我们要控制天心锁。然后我们输的话，就是我们他还有一个说不要让天心锁超载，我没玩过这一关，从严重进去就知道。然后就尽你所能。我荡掉还是他卡住？你刚荡掉了吗？没有吧，他卡住。没关系，我们就等他吧。你也知道我的那个我的童声是他在跑步，所以可能会比较卡一点。啊，你童声别闹啊，童声没被告就很厉害喽。啊，对，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去那个地下街买了那个黑暗灵魂三哦，我已经预购了。你现在要干嘛？现在啊，就是照你原本玩的那样子玩啊。亚蒙想占领天心锁，让他们能量超载，然后毁了奥纳。你们的目标是启动全部五个天心锁，双方的单位要同时在场才能开始启动，携手合作才能赢得胜利。怎么奇怪声音啊？吓死我了！想说什么奇怪声音？启动通天心锁，然后这一关会有人来打我们哦，很可怕哦，好不习惯哦。为什么？因为那只有很多技能都不能用，对不对？你的工兵在发呆，你知道吗？你的工兵在发呆。你看，灰想要防御探测机的攻击。哎 ，BG 吗？忘记了。啊，你要先 BG， 你要先盖 BG。我要先盖 BG， 然后我不盖瓦斯吗？你要盖瓦斯也是可以啊，但是先盖 BG 再盖瓦斯啊。没有人先盖 BG 的啊，没有人先盖瓦斯，那太脑逼了。然后你要开二矿花把岩石烤爆，哇！你的公民都在跳风连技耶，你要不要控制一下、处理一下？我在控制哦，我现在跟智障没什么两样。你的公民都在跳风连技耶，你要赶快把它拉回去，左键框起来，然后再去采矿。我现在点框他不理我。你废话，你要框他干，把你的公民全部框起来。你框了没？框了，右键点框，北七哦。哦 ，OK，、啊、上面还有一个低能儿在那边不动不做事。低能儿在哪里？在上面，你的基地上面。哦，看到。动了动了动了，盖个瓦斯吧，盖个瓦斯吧，孩子。B 什么？啊 ，B 一。哦哦，瓦斯 B A， 抱歉。B A 吧。小 B A。骗我。哇，你空门直接好了，好猛、喔！你要盖个 B Y 吧，你应该很多钱的。你是不是钱？你是长胶啊，你是那状态。天心锁，
未启动天心术。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可爱的光战士。想要干嘛？我现在要干嘛？你现在啊？你现在就是我们这关的目的。你看不看地图上面有五个亮亮的？我要把那五个手启动起来。对，但是要怎么启动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一关，我是来研究一下怎么启动。你现在想办法把你的兵做多一点，不然我就要一个干两个。可以啊，你可以升啊。那你会看到你的上面有奇怪的东西，亮亮的那些技能，那个可以拿来用。我来帮你。加速光速。哦，敌军攻势，他要干嘛？你没有足够的。哦，有有有有。哦，我没有拉工兵去踩瓦斯，干白痴。我的狂战士看起来比你的强壮哎。哎，杀错兵。你没有足够的金矿。研发完成。哇，你的工兵、哇，好猛、你的工兵，你的工兵都去踩瓦斯哎，好酷哦，算是比较潮的那种。我跟你讲，我们等下去这里哦。那边有人来了，不行，你可以给我控，你等下自己控啊，自己控比较好玩。来，我们来操他，哇，你兵蛮多的，来来来，揍他揍他。干，被占走了。这里。部队正在朝天心所前进，如果他们控制了天心所，就会开始让他超载。走走走走走。我明白了，我们立刻拿下他。赶紧走！敌人是神族，我把他引过来，我把他引过来打。你可以控他吗？不行，你可以给我控，你要自己控啊，自己控比较好玩。来，我们来操他，哇，你兵蛮多的，来来来，揍他揍他。干，被占走了。你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地方 A 下来。啊！我在干嘛？你在干他，快干他！我狂战士不受控制。没关系，我的狂日也不受控制。我、靠，会输哎、好猛哦、那个上面的技能要拿来用，你上面有什么技能可以用？现在啥都没有。你上面都没有东西是不是？没关系，我来，我试试看。不然会四伤。不要盖，不要盖。超时空波动。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你要干嘛，就做兵啊！做兵，然后开矿。你先帮我把这岩石打掉好不好？你有空吗？可以啊。好，来 ，A 爆他。啊，我们这边是怎样？这是怎样？已超载。我要怎样让他不超载、但我们要怎么让他不超载啊？欸，天心锁要怎样才可以让他不超载？有个天心锁落入亚魔的魔爪。我们会输哦，真的。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要干嘛。做兵啦、你青海不就是做兵把对方干死的游戏吗？所以不能刷。你不能刷兵。哇、你不是在刷兵了？需要盟友，我这边需要盟友啊！我知道为什么，要盟友够多才有办法站那个地方。你需要更多高等瓦斯。然后你没有朋友这种东西。不要，所以我自己想办法。有很聪明的女朋友。哦，这边怎么突然打起来？你这边需要哦，人太少，我觉得。你在哪里啊？中间啊，你看小地图。我就是那条死鲸鱼，我现在充满力量了。你要过来，你不过来的话，我这边拿不下来。对的。好，待着，他这在动。我们等一下来这里哦，上面那边。我们先救这里，这边有一波来打你了。我先把这边站下来。哪里？就是中间。是正在站的吗？对，所以我说先站下来。然后等等要去救你，等一下你这边会被打。我要盖很多的。你干那么多 BY 干嘛？好，走回去救。我们要守住他，直到取得其他天心锁为止。敌人企图夺走天心锁。哇，怎么是凤凰啊？
现在过来好像啥都不能做，是不是？你是什么黄安士吗？我们等一下来打这里。啊，我先打这里，右边。那凤凰打不了，不管他，我们打这里。敌人占有了一个天心锁，我们一定要。我靠，好多兵哦，打不赢哎、欸！看真的会输哎、欸，好猛哦、喔！哎、欸，哦，是你的兵哦，揍他，揍他！我以为是他的兵。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哦，不朽者可以出。你可以盖 BR BR VS 那些东西，看有什么可以出。说盖 BR 跟什么 VS 啊，看有什么出。你先开矿啊，等等，你先把那岩石打了，开矿。然后我们的兵去这里。啊、哦，对方的凤凰。对方凤凰不要管他，我们打不到。哇，你的兵 A 过去 ，A 过去。兵在干嘛？你的兵哦，刚刚在敲敲。快落入敌人手里了。哦，这边还有一个任务。走 ，AJ。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我苏醒了。Go， 我们 A 这里。哪里？这里。你的兵超少。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啊、所以你的兵超少。部队控制了一个天心锁。你们的主要目标不是这里啊！干，走错了。干，走错了。你坑我！完蛋，我们超级劣势的。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哇，我觉得这超难的。你多盖，你现在有爆钱吗？你多少钱？爆钱啊！你多少钱？我2000多哎、欸。你2000多，干你娘！你给我兵多盖一点。你兵多盖几个？对，我们不能让亚龙的部队控制这个天心锁。不行，这样下去我们会输。在这场游戏一定要两个人合作，因为他要一起战吞天心锁，才有办法把他抢回来。我回来效命。完蛋，我要被凤凰屌虐了。反正他被屌虐了。好，我决定了，我不要去打他们了，我要续到200再打。干，这样根本打不赢。你知道还是2000多吗？还是已经到3000多了？没有啊，2000多啊。好。继续努力，等你存到3000块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存款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没有，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干嘛啊！正在进行，你知道不知道？你就照你平常那样子玩啊，就是生兵啊。啊，干，我们要输了，我们真的要输了。你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太神了、啊！好难哦，今年真好难。伸张正义，苏醒了。没有足够的金矿。为什么这个那么贵啊？不朽者为什么那么贵啊？告诉我指引，我的刀刃，下手属命，我准备好了。告诉我敌人在哪？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正受到攻击。这个凤凰王可以用别的方式把它清掉。不是，我主要是没有，妈的，我没有什么太好操作的兵种，我都是这种只能 A 过去的兵种。现在不知道我在干嘛。做兵啊，升兵，你要把兵做出来。你除了狂战士以外，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吗？好像没有。你的探测机真假的？你这狂战士可以做那么烂，亚坦尼斯那么烂了、啊。天空的怀抱，他就做我就好了，干。休息的他已经不在，启动。来，来，我想办法。在设定导航路线。你有没有什么空军可以做，或是追猎这种东西？我刚刚就在找追猎。那你没有追猎对不对？你没有追猎嘛？那你的 VR 可以做什么？等一下，我现在不知道。你的 VR 跟你的 VS 可以做什么？
哇，听说超载有点棘手。六不朽，六不朽，只有不朽。那凤凰，那你出凤凰？啊，里面你身上有多少钱？多少瓦？多少钱？多少瓦？一千多瓦。能量不足。好，那你去 VS 盖三个。你盖三个，然后等一下就全部都出凤凰。说 VS 盖三个。对，盖三个，然后等一下就一直狂猫起来出凤凰。我不能盖水晶塔，不能盖水晶塔，真假的？为什么会有发呆的空兵？天心手快爆了！然后你的兵跟着我走，我只出凤凰。好，你的狂战士跟着我走。狂战在哪？你直接右键点我就好了，右键点在我的兵上面。你的兵在这里。你必须建造更多。来跟着我，好了，好。所有系统已就绪，我回应你的火回到了天空的怀抱。受到攻击。Rogue Tide，修习我的启动中。能量不足。哇，我他妈凤凰打不赢他的凤凰哎！天啊！荣耀是不朽的怀抱。我的那个法力不太够用。哦、来，凤凰跟着过来，反过来，你凤凰也过来帮忙打。好 ，nice。好。你需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要跟着我吗？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要你开始逆转哦！你没有足够的金，先把这边站下来。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不杀我！再次翱翔，我回应你的呼唤。启动了另一个天心锁，指挥官，继续下去。好。我们打这里，左边那边，打左边那边。我们不能让奥娜被消灭，趁来得及，快启动天心锁！快启动天心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我回来，我苏醒了，我回到了。来打这边。Go go go！ 打这边，打没？画面很钝，等一下。画面很钝。嗯。为什么要偷宰一片？能量不足。苦逼。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不是哎。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的盟友也需要在场才能拿下目标。好，把这边站下来。校准中。那我们再打啊！我们把这边清一清啊！我们直接打到这边。收到命令，我回到了天空的怀抱。不要全部离开哦！不要全部离开！不要全部离开！留你的狂战士还有吗？敌
留一只凤凰就好，其他的拉过去打。好，可以，就是这样。好，走，我们打这里。啊，中间被打，现在就中间。哎，干，为什么不受控制啊？来，中间。来，就照这个 tempo， go go go， 打这里。再次翱翔，我回到了天空的怀抱。这个攻防啊，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go go go， 进行中。我们要爆了，我们真的要爆了，赶快 go go go， 左边。没差哦。能量不足，启动超时空加速，我们建筑物的高原生产速度会大幅提升。启动中，敌人正在接近。亚摩把奥纳大部分的能量变得很不稳定，我们再不启动天星锁就太迟了。来，我站这个天星锁。你的盟友也需要在场才能拿下目标。这个可能有点来不及，干。所有系统都解放。休息的太久，不想要死线。亚盟的部队打算夺走天星锁。我们回到这个计划。你的盟友正在启动三个天星锁了。如果我们拿下剩下的中间，奥纳就安全了。我方的水晶塔遭到攻击，目标进入攻击范围。你的盟友正在没有足够的金矿，我休息。能量不足，哇，应该爆了，继续。我觉得沃拉克没有很好用哎、欸，凯拉克没有很好用哎、欸，凯拉克没有想象中那么强。我要换那种比较可以 carry 的。我调的画质态度，你这调多精细啊？没有，我没有调过它。所以说你是进去就是用那个最高来玩的。哦，它是最高。你按一下选项，你是按最高吗？我看一下选项，中啊。哦，对啊，中很那个的，还是你有开到什么东西没关掉了？嗯，没有啊。我决定了，我要选其他的职业来玩。我来玩杂家啦，好了，好吧？不要玩凯利根。有英雄是走凯利根啊。我看一下你们说什么。少年中等是啊，好很多。没有，他本来就是总弗拉森。你们看还是很钝吗？弗拉森，我正在把所有的东西可以关的关一关了。对啊，该关的都关了。如果再那个的话，我还是没办法的。啊，在吗？好难哦。哎呀，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你是因为玩的时候已经和你平常打就好好的、啊，为什么刚刚玩起来那么奇怪？不知道，我没有。我平时玩的时候也累累的。不是你刚刚两千多块、欸，正常不会这样子吧？你就想出什么就出什么，有什么就出你就出啊。等一下，我整个页面当掉了。整个页面烂掉，就宕机啊！还是我来玩死亡，死亡不错哎、欸，个机械化哎、欸。
把启动32位元打勾。毕竟那边有个设定，我要要吗？叭叭叭叭叭叭！哦，肚子好饿哦。不是啊。好希望有一个，好希望这时候会有麦当劳送到我们家。我可以继续练。你有麦当劳，我能吃土。你说什么？你可以怎样？你有麦当劳，我能吃土。哦。凯拉克11就很猛，真假的？11有什么？登录网页。立刻要传水晶塔。哦。一等的凯拉克好像真的蛮难打。有哈子的王子吗？有啊。等我一下，可是我超烂的，你们确定要过来看吗？这是哈子的王子。哦，有人贴了。辉哥执政官啦、啊。但是执政官一样啊，执政官的话变成哈子，他没事做，你知道吗？啊，我已经好了，你好了吗？你玩什么？我玩那个引刀，引刀，引刀的妈妈，引刀他妈。继续试试看吗？来啊，开始吗？我看我有什么兵可以出。你看不懂，我单位。对，跟龙骑兵是凤凰龙骑，你有看到龙高阶圣堂武士？所以你刚刚是不能出龙骑兵吗？不可能吧？刚刚要出龙骑吗？龙骑超强哎、欸！好哦，你刚全部都出龙骑，我们可能就赢了。龙骑超猛 ，OK。哎，龙骑又超北京，只要 A 过去就好，超强。对啊，我吃土啊！别闹，我真的在吃土。那就这个啊，这样喽。嗯，好 ，Go。我们要玩普通难度，普通很难。不会啦，有我在好吗？刚刚是我那个选那个英雄妈塞一样塞一般，是这样吗？塞一般，这是摧毁虚空晶体，很难哦。啊，龙骑兵很强啊，龙骑兵，你等一下就出一堆龙骑兵好不好？他是星海一的单位，但是他在星海二，他是龙骑兵就是星海一的追猎。怎么会有人问我土好吃吗？土蛋不好吃啊！哎、欸，有人抖内哎 ，H A R I C C E N 十美金，既然都预购《黑暗灵魂三》，只好抖个十美。你是春先生是不是？我感谢你，春先生。哦，对啊，《黑暗灵魂三》它的那个片下礼拜二就来了，那我可以从下礼拜二开始，我就要吃晕车要打，你知道吗？太闲尿了，走。探测机用200人口。他什么孔丁的探测机啊？不是，200人口探测机不是孔丁的探测机，是尿崩般的探测机。奥斯格勒给夷为平定，我们得把他们全部摧毁，别让我失望。你等下有那个狂战士的时候，先帮我把这打掉吧。这个为什么不他不给我盖 B 一，你钱不够吧？你没有足够的，怎么可能？我245，那你是按错了。你是按到 V， 你是先按到 V 了？没有，我按 B。那为什么不能按？这个哦、我的键盘讨厌我。真假的？按键盘不就是我键盘？他不喜欢愤怒机。不用踩，抱歉。为什么要排挤我？来。玩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上次不知道跟谁玩，雷的要命。啊，脑膜炎吗？啊，不对啦，记错了，我以为是 BB， 原来是脑膜。还有你们山1790超贵了。为什么？我们熟能生巧。为了买黑暗灵魂，我今天出门都没吃东西。你要跟我讲说你吃土哦。我没有吃，我吃土啊！干，我们今天不是就吃100块而已。画面比较顺了。我把所有东西都关掉了，应该好一点点。你刚刚是开什么东西在抓就对了。B 区盖完盖什么 ？B A。B 区盖完。对啊，不是盖完，是你在盖的时候叫盖 B A 了。哦，两个 B 区也不错哦，哎、欸、不错哦，我盖什么你盖什么好了，要不要？一模一样，我也神主啊。哇，好聪明！我怎么会想到、這個？我觉得你直接跟我说比较快、欸。
哦，那你 BA 两个都盖嘛，然后你是要盖水晶塔，你要卡人口。哦，不用不用，你已经有两个。哦，走走走，狂赛抄这里，抄歪它，抄歪这个岩石。哪里呀、啊？这里，抄歪那个岩石。不行啦，你挡到死，干你挡到那个哦。哪个？哎，我又击歪了。柴瓦斯，柴瓦斯，快点，乖。啦，哎呀，好啦好啦，你还好忙、哦。快柴瓦斯，乖。我盖玉石。还有空间资本可以升吗？哎呦，你没有足够的金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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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直接买 PS4 版本的黑暗灵魂。哇，好快哦！空间这么一下就升好了。B G 啊！啊，你先帮我把这个 A 掉。那个？那个啊，你们看到那个？我才是 A 那个。到？在帮你 A 了吗？有、啊、没有，有 A 掉它。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了一只探测机。那是我的，那是我的。哦。可爱对。对啊，我等一下 A 完以后，我们帮你 A 这个什么？这个老王送你看这个。老王，对啊，我们把这 A 掉以后，我们来 A 你的，你就可以开矿，或者是你要让我开矿也可以。扫描器在你的位置附近侦测到一个虚空晶体。哦，你的目标就是。你有看到那个吗？海绵晶体吗？我们把它打掉。不行，我很努力想要看懂你在干嘛。看懂？你在学我。没有，我要先建造水晶塔，又卡人口。来来，我来打这个 ，Go Go Go！ 做好准备，敌人来攻打我们的基地了。你在这该死的，这里下面那个下面的岩石，把你这只攻该死的，哦哦，等等，我中间干起来了，怎么这样子？来，我们帮忙，我们来打中间那个，这里黑红红的。你先打，你可以打你的岩石，然后你如果有没空的、没事的，你可以来帮忙打这边。没事的，帮忙打的。哦，打掉，我打掉，我打掉，我先把你的岩石打掉吧，你就可以开矿。为什么你可以出那个推力啊？哦，因为我比较帅一点。他是完全看那个长相来选择你是什么，像你就是出龙骑兵那种，他龙骑兵比较帅，好吗？我比较喜欢追力啊！你可以开矿了，你不开矿也可以。你知道钱很多吗？很多啊，八百。八百哦，那你觉得要给我开，给你开？我觉得给我开很浪费。那你要给我开吗？你没有足够的金矿。走走，我们去打，我们去打这边。哪里啊？我可以哦。你要开吗？我在走了，你可以原谅一下，他们腿比较短，好吗？你知道吗？我没有看到你在走啊！我说你这个矿要开吗？虚空是冰冷的，你需要我的专业技术。来来来，我想想，我们是要干嘛？那他的 VS 不知道可以出什么？海盗机、虚空剑、先知剑，还可以出虚空哎、欸。其实我出这些兵应该就可以了，他可以用海盗机哎。哇哇哇！他只有在控兵的，好猛哦！小心那一根很长，不要打。我们晚点，我们等下再打。我们再过35秒进攻，好不好？这个时间感，你有感觉吗？没有。有啦，35秒。拉到我的探测机了。我来了，在阴影中。我来出个海盗机玩玩好了。我要出什么、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哎、欸。做好防御准备。我还没盖那个。因为我没有很熟你的，盖什么？哦，你还没开矿是？我以为你开矿，那我去帮你开。还没啊，我现在不知道我可以干嘛。你就盖看啊，然后你不是要出龙骑兵吗？说好的龙骑兵。现在不能出啊。
你杀不能出，真假的？等级它是黑，它是灰色，是不是？对啊。真假的？有这种事？为什么、啊？我靠！你盖那么多 BG 没有 BY， 你当然不能出啊。你要盖 BY， 先盖 BY。你知道钱是不是大概有快2000了？1500。哦，1500。你多盖几个兵影吧。你再盖一个 BY， 然后兵影再哇，一个 BY 就好，不要那么多。你要4 BY 吧？4 BY 是蛮强的战术。对对对，你把它炸掉，很好，太好了。现在啊，你要盖多盖，你再多盖几个 BG 好了。你盖到6个好了，6个。必须盖6个，对，盖到6个，再盖3个。然后你等等可以把什么你能够盖建筑都盖盖看，你看有什么可以做的。好、oh. 对，就是你就是先熟悉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玩，然后我来消灭敌人。机械控制核心是干嘛用？机械控制核心是 BY 啊，就是让你升龙骑兵的。我、靠，什么鬼啊！我靠，我的追猎全部都变残废了，好猛哦！准备迎战。指挥官，做得漂亮！那个虚空晶体炸成碎片。那个虚空水晶海绵体。总算没白费功夫。哦，前面有飞糖哦，好像兵很多哦。那些卡麦伦海盗打算趁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抢夺资源，要是你能消灭他们，那就太好了。好像不用那么快先打水晶体，我等下先去打海盗，要不要？在这里有一只非常大的维京战机，这样就对了。虚空晶体消灭了，大家做得很好，但是别得意自满。更多虚空晶体出现了，你的主要目标哇哇哦，你有你有新兵种啊！我来了，哎 baby， 我们打这边 baby。那边有一只很大的维京战机哦，它超猛的，它真的超大的。我来了，在阴影。你有看到吗？超大的，来，我们 A 它。等一下哦。哦，原来是海盗船啊！啊，好猛哦！哇，你的兵在定哦，快抄它，抄它！你就出龙骑兵就可以抄它。哦，好猛哦，都死掉哎！来来来来，这边。龙骑兵有技能阻碍吗？没有，他就是一个 A 过去就很猛的单位，他比追力还强。还是不知道他在干嘛？你说龙骑兵啊？龙骑兵就是个比 A 过去比追力还强的单位啊。抱钱抱啊，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抱钱抱啊，就做东西啊。你不是已经6个兵营了？看一下，你不是已经6个兵营了吗？你就直接刷兵啊。毛起来刷兵就对了，就可以把钱用完，因为你做单矿了。那你的二矿可以赶快开了。这个矿啊，赶快开啊！要敌人尝尝我们的愤怒。你要干嘛？开矿，开矿。很快就会打过来。我修业石之上。你会开矿吗？没有。你会开矿吗？会。好、啊，那要不要开个矿？哦，对啊，这里，这里。你去哪里开矿？哦。暗影护卫已救我们，海鹰影是一
追回海盗船。海盗船只有一个。哦，之前都是玩残酷的，难怪。我想说怎么只有一个。哦。战斗开始，让工兵多做一些，工兵太少。来来，我们打这边。然后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做部队，做那个龙骑兵，然后开打这里，就做龙骑兵，然后补农民。A 他你的兵 ，A 他，过，干我火爆了！什么？你手爆了？爆啊！主爆！为什么主爆爆了？我把 A 掉了。我自己说完不是吧？我刚是杀那个谁？拉什么？自动。哦，我觉得你的主堡应该是遭遇到一些不明的神秘力量。我知道为什么，一定是你那只不朽者，那只不哦没有不朽者。这些虚空晶体是没办法打败自治联盟的。啊、完成，目标解决了。敌人朝我们发动攻击，我们要正面。那你再盖一个主堡，对，就这样子，再盖一个主堡 ，nice。为了绝招，工兵现在干嘛？你工兵赶快去踩这边的矿，这里踩这里的。今天是个战死沙场的好日子。哦，敌人来了！暗影护卫已就绪。你家里有兵手吗？那一波。我准备好了。你又解决了。你在家里刷兵，在家里刷兵，在家里刷兵。你守这一波。重创了敌人。你需要遵守你的命令。你想办法撑一下。来来来，干他干他。我去。指挥官，最后冲刺了。只剩一些虚空晶体了，只剩下一些海绵晶体了。来，我来救了，我快到了，等我。那些可恶的海盗很快就有苦头吃了，指挥官，解决掉他们。撑住，撑住。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哎，顶住！那这边的都停电了，盖水晶塔，把它补起来。好难啊！可以的，可以的，这电脑超脑包，不要怕。哦，我失误。我们距离启动还有八分钟。升级完成。我是。
现敌军部队。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我们剩下八分钟。准备拦截。你需要升级完成。这就是自治联盟的本色。即使危机当前，法律也绝不动。八分钟。海盗不是可以隐形吗？但是我这个只有三级三等而已，我这个账号。噔噔噔！战斗开始，我们辛苦啊！天，你需要我的专业技术？我准备好了。Go go go！ 来，我们打这边，全力进攻了。现在没兵了。没兵了，真假的？不能和执政官，对不对？哎，真的不能。哇，可以瘫痪那个，好猛哦！可以瘫痪防空塔哎。哇，来了，我看到你的兵了，来来来，一起上。又粉碎一个虚空晶体了，做得好，指挥官。与盛唐武士为敌，下场就是如此。哇，好猛！升级完成。被上面的是，我必须，我是亚蒙的部队。升级完成。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我来了。在你眼中，我亚蒙，你不会得逞的。有挂到，有挂到，人中之龙有挂到，打得漂亮。嗨，然后你个这三个还是没有开到那个，你要用水晶塔把它开有电，然后你的工兵要再多一点。有，我打赢了。虚空晶体消灭殆尽，我们夺回这座城市了。杀那个人中之龙应该有三四百万的吧，我想。自治联盟没这么容易打倒。的分画面。好难哦。哎呀，这种东西就是多打就会，多打就会进步了，真的。我看看我们是在干嘛。哎，十二点半嘞。对啊。我们玩那个战舰世界。战舰世界。我可以帮他开店吗？不行吧，不行吧。好，电脑吗？哦，好，我玩一下战舰世界。你家还要？